三十一届广告戏剧会的会长平轩。今年第八届师生联展广宴十方，很荣幸能与对岸的九校联合展出，其中包含广西大学、福建农林大学、厦门大学、深圳大学、福建工程学院、闽江学院、南昌大学、上海剑桥学院以及吉林动画学院。从无到有的成就感，你还在等什么？大家好，我是第三十一届广告戏剧会的副会长谢月婷，很高兴可以和戏剧会的22个人一起筹备这个活动。为了这个展览呢，我们一起抢布，一起贴作品，也希望第八届师生联展广宴十方可以为戏剧会的活动画下一个最美好的句点，一定要来哦！大家好，我是今年师生联展的总招李卓毅。今年的师生联展呢，是两岸学校，也是历届以来最多学校一起协办的。为此，我们史无前例的准备了两个展场，这对我们22个人的筹办团队来说呢，也是最后一个活动了。希望大家能和我们一起共襄盛举，也与我们留下美好的回忆。